然后第七啊，我反尔就如从主的银库中取出圣经当做衡量的标准，也让这个标准判断定罪的轻重。老师，这句话什么意思？就是说，上帝的银库，上帝的宝库里面有很多的恩典，很多的宝物，其中一个宝贵的宝物就是圣经，让它做我们判断对错、定罪的标准，就这么简单啊。